你刚要问我啥呀、啊？是这样，师傅，居然没忘耳朵，逛了那么久还没忘。因为现在很多寺庙是规定不准有明，不能烧香，不能有明火。然后他们讲了，有一个这个民俗专家呢、啊。那你别说，哎，没这回事，没这回事，咱们不录，咱不录，没这回事。这里我刚才说别在师傅这，没这回事。